大家好，有很多人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签名，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用手机可以自动生成，非常的简单方便，如何操作呢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打开微信，打开之后我们点击下方的发现，在最下方找到小程序，我们在右上角搜索栏这里搜索我的艺术签名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笔签或是连笔商务签以及表白签、花鸟签等等，形式非常的多，我以花鸟签来举例。当我们点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输入自己的名称，直接点击立即签名，这样它就会立刻生成一个以花鸟山水形成的签名照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我们返回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形式，比如说草书签。这样它就会直接生成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